丰收票，现在是有丰收季哦。有丰收季吗？对，万圣节，我都忘记了，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了。那会不会有贝爷可以打？看一下，没有。哦，鹿首精，竟然有人在打鹿首精，What the heck？这超难打的，需要控场或者博士，没人要进去，60等而已。好可怜哦，怎么会那么可怜？只有一个人在奋斗，还坐在这边。哇，这个人名字超长的，这谁啊？神奇，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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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懂他在打什么。想必等一下会死得很惨，哈哈，我觉得会死得很惨。在哪？Oh my god！二，啊呜！被咬了一下，我的一个！看嘞，我去嘞！哪里？还是死了。我觉得他等下会退掉。你看他退掉了。我是觉得可以不用打了。啊，血还有很多啊，死那么快！我看一下现在有什么任务好了，该不会又全开吧？这看起来很多哎，哈哈，干，还真的有！来来来，看有谁在打，赶快进去参加。吉贝贝，有没有？也没有，没有，好吧。哦，穷贼，我希望可以拿到强弹。这个活动全部开，是因为他有那个卖出几千万套的里程碑，然后还要给他开启。搞完能卡。哇，连续！哎呦，完了，把他打倒，真可怕！哎呦，狂震！他卡住了！他卡住了！竟然卡在尾巴后面，拿跑，快给我回来！What the heck？为什么总是我？为什么总是我？哎，讨厌呢，烦呢！哪有这一击杀到的？
好多东西哟、哦，排排站呢。我刚刚就被这颗吐到了，气死！哎，我要倒过地了，狂捡！怎么在睡觉？怎么那么快、欸？睡睡睡！哇、哦，又被抓起来了！哎呀，天哪！开箱喽！这个是吗？不是，好烂哦！干！